现在是2020年1月7号晚上10点48分了，马上到11点钟了。大家晚上好，红哥正在西瓜视频给大家做一个游戏直播的胡说。来看小孩啊，小孩来站装甲车，前面装甲车已经是被人家打到了只剩4个币了。因为比赛是一个车轮战，败者守擂的模式，所以说装甲车一直在台上就没下来过，起码现在是这样的。是不是录像啊？你猜啊，你猜。现在的比赛开始，第一个币啊，一如既往的安逸啊，就是这么安定啊。感觉红丸上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，红丸手底好了，我觉得啊，他不如把红丸手底了。克里斯啊，放手发就对了。对了吗？你看这克里斯，应该把克里斯放到首发。现在来看看，小孩要危险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他这里是打不死他的，鱼是近无限连的啊。小孩抬起一个手势，上房下房抓头，你看就知道要抓头了，果然是抓车要抓头。小孩想的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太年轻了，这种。OK， 咱们来看接下来这场比赛吧。小孩已经成功拿下了装甲车的两个主力了，现在最后一个黄色背带裤的这个七家社，对，姓七家名字都是社的那个男人正在从被克里斯啊从后面开始，对，要开始排云掌了，拖扎，啪啪啪，嗯。我怎么感觉要一挑三啊？还有机会吗？装甲车，哎，来了，直接啊上大招，麦克反的推大地，一挑三不存在的，灯神去割包皮了，嗯，年前是不能打了。感谢失望太多的50大西瓜。好，咱们来看接下来这场对决吧。小孩这里是一个七家社，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啊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那也可以卡上咱们的粉丝团啊。真的是挺不住啊，又被拆了个轱辘了，小孩这里又把装甲车拿下一个轱辘让位了。